这个做这,这是抄台歌的，台歌台歌台歌，大家可以讲一下这个关于这台歌这件事情。 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请到美人儿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台湾的房地产的市场到底美还是不美啦。哈。<laughs> 好，先换一下我们筑商不动产气研室的资深经理啊，嗯、徐嘉欣，大家都加小甜心，甜心好，Hello，一分析好，各位呃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对对,对，哎我我第一次来直播，有点不大习惯，<laughs> 对，对哦，真的、啊，对。可是我们刚刚已经有人留言说，哎，都一直在电视上看。 到那个甜心，然后很久没看到本轮了。对，给大家看一下，<轮>就大家都产业都说我去整形了，大家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对，<laughs> 公司钱就给这样，<laughs> 不大可能花钱去整形啦。哎、<laughs> 好，所以如果要那个啊、呃，听我们的广播的人，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身边有呃手机或者是有电脑旁边的话，可以同步的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啦。哈。嗯、直播就可以看到美人儿。好，当然市场美不美啊？ 不美啊，不美啊！你讲的好直接啊，你在低线。不美到我还有时间去爬山。他以前哪有时间去爬山？以前二十四小时 stand by 一个礼拜七天哦。我发现你已经是资深经理啦，升官啦。没有资深也没有什么用，资深就一个字多两千，哎，一个字多一千，所以我多两千块钱。资深，哎，有直播啊，老那些老板在开会。 对老板对我很好，对我很好，我认真说，啊、真的，对,對，一定要说老板对你很好。是是是，嗯，哎，对，所以所以我觉得就像刚玉芬姐讲的，很不美啊。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啦，就是台湾的不动产市场哦、喔，信心面这件事情其实占了很大一部分。嗯，然后事实上，在这一次的一个我们说是呃整体的一个今年的市场上面来说，嗯，我们其实第一季还是很好的。 第一季大家会觉得说啊，第一季都过了，对，第一季过现在都第三季结束了嘛。然后、啊，啊、但是第一季大家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是升息啊，哦，oh. 台湾人犹如就是遇到听到升息犹如遇到鬼，是这样假设没错。哎 <laughs>、欸，对呀、啊，嗯，哎、欸，你知道以前我的房贷利率十一趴，哎、欸欸，对，所以就大家应该会觉得见鬼了吧？对，大家就把这个事情就是拿出来讲，知道？所以我我们大概从三月份开始，嗯，然后那个就是整个买气就一直往下走。 嗯，一个月比上个月大概都会少八趴到十趴，然后呢，这两个月我们跟我们同几家同业，大家就在面对数字下嗯，嗯，吓到，嗯，我们七呃八月九月份，我们这几家大的同业的成交量，嗯，跟二月差不多。 哦、嗯，那你就想二月二月跟二月差不多，我们什么了解？二月是一整年工作天数最少的一个月哦，过年<以>过年对，所以是不是很恐怖？嗯、就是交易量的部分没有开了，嗯，那当然还是会有人成交，不是没有人成交，對對對可是我我们看案子的类型呢、喔，嗯、可能跟大家。 就是就是期待的有一些落差，比如说哎、欸、低总价的，像一千五以下的、嗯、，OK，这个就成交速度很快，嗯，好，因为一千五如果它搭配个比如说三房或两房加车位，就住起来速吸的这种，嗯，这、啊、种 OK，低总价我觉得还是有诱因啦、啊。对，然后商用的，嗯，有一些业主他们要买办公室的，嗯，好，那但是大家对现在对价钱很计较。 就是今天会会比较精打细算了哈，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大家看到的另外一种类型。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有些业主他可能觉得，哎，可能他就想要把钱 parking 在一些一些不动产上，但是他 parking 在哪里？parking 在土地。嗯，所以我们还会有土地哦，不是房地产哦，土地哦，哦，就土地哦，嗯，然后 parking 在工业用的土地上面。这个是大概我们从三月份之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交易量的大宗。嗯，那你如果说像。 是，比如说什么呃，三千万、三千万到呃，比如说一亿，甚至于一亿以上，嗯，坦白说不多，嗯，那一亿以上，如果这种豪宅级的，大概要亏钱。 才会有人要买，才会有人要买。哎、欸，那现在如果是询问多，因为你们做房房仲嘛，哈，嗯、你大概都会有个总价的概念嘛。比方说，像以前我去房仲是店面问，<是 S 1> 他又说，那你期待的那个 range 要告诉我。嗯，那像你们呃，一般现在消费者去或者是客人去你们店店面，大部分他会 range 是多少？ 诶，看区域，如果说是北市三千以内，如果说新北大概就是两千以内，如果说是其他的区域，就是在一千左右这样子。嗯，还是大众，还是大众。嗯，价格的考量，我觉得，而且现在这一次我觉得很妙的事情是，以前买方毛起来追加，现在买方不会了啊。现在以前买方能稍稍微就是可能他稍微牙一咬就哦。 成交，但是如果人买方现在他不想要，他、啊、就哦那就等啊，哦，哎、欸，所以我跟你讲，买房子本来就是买卖双方嘛，对不对？对。那买方你现在认为就是说我不追了，我就等等看，没有也没关系，对不对？此处<是>此处不留爷，必有留爷处，是对。那卖方呢？ 卖方有一些卖方还没看破那个啦，有我们有看过有一些卖，现在比较先看破的是他房子可能有一点小小瑕疵，比如说漏水、啊、，location 没那么好，嗯啊，他就说啊那那不然就降一个降一个价钱，然后就赶快成交，那这事儿就他就反正报现金过冬，哦,哦，这是有一種报现金过冬，对，然后这是有一种，嗯、那另外有一些的话，他就是还没领悟到就是市场好像风风向不大妙，嗯。嗯 好，那那我们当然，因为二零一六年之后是用房地合一上路了嘛，嗯、房地合一上路之后，然后从本来的呃两年以内的闭锁期，现在变成五年了，嗯、所以我们也有一些的屋主哈、哦，他就是不想帮政府打工，嗯，好、哦，那不想帮政府打工的话，他就会觉得说，像我们之前有接触，他就是三年，嗯、因为你看到、啊、他持有三年，现在房地合一二点零上路之后，嗯，哎、欸，他三年现在是三十五趴哦，嗯。 可是他如果再忍一忍，嗯，忍到五年他就二十趴了哦，所以他就是等于不用帮政府打工，差十五趴，嗯，嗯所以这这一些也是我们目前有一些屋主的大众，因为他如果假设他 maybe 他是三年前取得，我就不急着卖就对了，他当初取得成本低啊，哦、啊他 OK，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呃很多朋友在问我说，那是买卖方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逼卖方跳楼等等，不一定要看卖方的。 状态好不好？大家求生意志都很强了，大家。<laughs> <laughs>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僵持住的。那所以还是比较偏向，我觉得还是因为卖方哈，他在供给这件事情呢、啊，供给、嗯嗯、这件事情上面他占有主导性。哦，嗯、好，我们待会会来探讨一下，到底升息有多么的致命哈？对你现场看到的状况是怎样？我们待会探讨。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嗯。 啊，就细真的是。大家要他，如他那可可能大家住的五六千的，是什么意思啊？哦，五六千，我有我有长辈想要买五六千呐、啊。哦，他他就跟我说，他长辈我这是帮长辈看了一间五六千，那间五六千，哦、坦白说蛮厉害，那间五六千就是爸爸刚走，<laughs> 爸爸刚走，爸爸刚走的房子是最好讲价钱的。哦，但是长辈说不急，不急。 对，所以整个还是后来就卖掉啦。但是因为我这样，就是爸爸刚走，因为三个兄弟想要分嘛，嗯，所、啊、在就赶快赶快分钱。对啊，但是我这样说好了，你去算一个，我我今天才有一个朋友在打电话给我，他就说他问我新装复读性会不会低、嗯。嗯，那、啊、我就跟他说哈，其实你现在在抓哦，有一些东西它可能不那么 popular，嗯，第一个就是央行它如果有选择性信用管制的产品。嗯 比如说，哎，台北可能八千以上、嗯、啊，然后，呃，现在有些是好像有些是七千了，就、嗯、被磕到豪宅税七千以上。嗯、啊，新北的话六千以上，嗯、啊，其他地区四千以上。嗯、好那其他地区可能还好，其他地区比如说像台中啊、台南、高雄，四千还有人会愿意买，因为他贷款只剩四成嘛。嗯、那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你去想，如果你新装复读新的东西好，你大概三千多，那有一些大安区、信义区要换屋的人，他换到那边去住舒服一点。 那那个东西他出一千多万，然后剩下慢慢付房贷，他 OK。但是如果说他要付到，他要付到，比如说六千万，诶、欸、他自备要六六三十六，三千六百万。 永清呐，这不、個、好啦，金价啊！真的、啊，金价、啊，所以这个政策，我觉得政策是很有关系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说五六千万，因为你这样算嘛，我我的长辈他的算法，我觉得也很聪明。嗯，他算法是说哈，他说你去想哦、喔，我今天六千、嗯，四倍两千，台北市，因为我没有选择，我没有选择新興有关系好，我四倍两千之后，我是不是四千？嗯，那四千的状况之下呢？四千我就你如果一个月的贷款。 四千的话，大概二十万，嗯，对，二十年本地贷嘛，大概大概一一千万是五万嘛，哈，五到二十万，嗯，二十万，嗯，他说那能付二十万的有多少人呢？啊，难啊，所以他就是长辈就说，因为长辈有现金，长辈就说，嗯、我帮你，他 OK 这样，哦，所以长辈就觉得他可以等啊，嗯，所以有钱的可能他又愿意帮小孩一下。 哎，欸、会很多哎、欸，我都觉得投胎真的很重要。投胎，投胎技术活哦。<like> 好，我们跟住商的小甜心来聊一聊，因为我们刚好提到买方跟卖方的一个市场，那感觉上出来的话，<是>应该还是卖方市场，因为还在僵持住嘛，哈。对。那升息这件事情，到底对于买方有多重大的一个打击啊？ 哎，升喜，这事哦、喔，其实你冷静算一算，可能也还好，嗯、真的、啊。但是你如果真的这样子看，我们是有算过了。你如果一点五 percent 嘛，吼到到三 percent，一千万一个月大概多七八千呐、啊，嗯。 哦，那那这个其实已经不是吃卤肉饭少吃两碗可以解决的了，那个是、嗯、那个是可能小孩子要少补一颗什么东西 <laughs> 才有办法，<laughs> 對,对对对，费荣、啊、一般，连连称是，对，<laughs>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现在有一些人哦，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头。 就是买那个房子贷款的贷款的成数超高，嗯，然后他可能还用这个我们说是宽限期，他在 run，所以他升息的时候他是有压力的啦，嗯，因为像我自己现在还在付房贷嘛，我们家的房贷是我从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是一点八一，民国九十九年，嗯，我为什么记得这个事呢？因为本人买了房子都两个礼拜就打房、嗯，哎呦，啊，两个礼拜打房，然后一点八一，然后就我，你没有内线呐、啊，你不会晚一点买呀？啊，这、啊、算了，没关系了，反正就是就是菜虫吃菜菜虾。 哈哈哈哈啊，然后呢，就就好，就就就,就是力气就往下掉，然、啊、后往下掉了之后呢。嗯 就就我最低哦，最低最低，我们家的房贷，因为我们借一千嘛，好，房贷缴到一点三一，嗯，那时候大概四万多块钱，嗯，好，然后最近我老公跟我说，哎，那个房贷好、哦，现在又来到了五万多块钱，哎呦，哎呦，哎呦，对，所以所以你就是可以感觉到说，一个月真的是会有多一些这个我们说是额外的支出出来，嗯、它会排挤掉我们原来的一些我们说是消费的部分，嗯，那。 很多的购物购物人，特别年轻的购物人，不管是年轻或年长的，年长的人，嗯，好、哦，他可能他就会想到，就是以前很久以前，嗯，就是他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比如说十三趴，嗯、台湾那时候曾经到十三趴，我十一趴，你还算年轻啊，我还年轻啊，我都快跟你爸爸妈妈的不要这样，好不好？来、啊，好十三趴嘛，好像、嗯、是十三趴，然后他们现在就在就在想。 想说，哎、欸，我我们以后会不会升到，比如说六趴？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到六趴七趴，会不会这样？嗯。 对，那那其实大家算了一下之后，就是我们这样说好了，一点我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确实是会有不断升息这样子的恐惧、啊。嗯、那但是坊间也有一个说法是说，这个升息循环就走到二零二三年，对，有人是这样说啦。对，那二零二三年之后，那他可能他就会是接下来 maybe 他也许他在宽松，那利息利率大概就是国内利率大概就是这个。我我觉得经济环境很不一样。我那时候虽然买房子的时候是呃十一趴的这个房贷利率，是但是我的定存的时候。 九八趴，然后那时候经济真的是很繁荣的、啊，我可以嗯，就是写稿兼差赚钱都很容易哎。嗯、对，现在是真的、啊、现在不是啊。现在大家都要送外送，对 <laughs> 对,对，所以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不确定未来经济不确定的恐慌，啊、跟收入不确定的恐慌，所以再加上房价这么高，大家会有一些价格修正的期待。嗯嗯，那所以你说买房子这件事情。 我我们看得出来，很多的买方还是期待了，所以其实像刚刚广告里面玉芬、嗯、姐就是说，家长想要帮小孩有，嗯，就是蛮多的家长他们会希望，比如说至少帮小孩出个头期，对，对然后不然他们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那个真的躺平都没办法，我是、嗯、说，嗯、所以所以你也可以观察得到，就是说像呃现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市况了，大概年轻的族群。 可能不大，一定会是大家会出来看，啊、但是到最后真正出资的会是长辈比较多，嗯,嗯，就只能长辈帮一点忙，然后不管是头期款或者是那个每个月的房贷，可能帮你一点，然后你自己去缴，缴个二十年，房子也就是你的了。是，所以孝顺真的很重要，百善孝为先。哎，那这样看起来的话，也因为生息，但如果没有父母亲保，他会因为生息他就不买了吗？会。 会呀、啊，会。我们有一些有一些买方哦，哦那他们可能就是说，特别是经验也许比较不是那么足够的买方啦、啊。嗯、他升息，他会觉得他会算，嗯，算。哎，比如说我本来四万一千万借四万多块，因为我现在普遍哦，呃，廉政中心自己有做一个统计，大概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这个呃房贷户，嗯，借超过一千。 所以你看，借超过一千万的时候，现在房价贵呀，对，那你一千超过是很容易，很容易的事。所以你看，我如果说四万多的每个月的房贷，跟我一个月五万多，那个心理的压力是很不一样的。对，所以有些人他就是说，那不然我慢慢看。而且当然，大家也会觉得说，反正价格也会往下掉。OK，嗯，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你会像现在买方有一些买方稍微缩手的一个原因啦。啊，当然，那当然我我也会觉得说，就哎嘿，嗨嗨嗨， 震撼，震撼，震撼！好，钟哥，伟忠哥，伟忠哥，震撼！好,好，<laughs> 他在我们的那个这个录音间门口跟我们打那个那个飞吻，就我看姐都就是整个人脸都红了講到講到、欸啊，就是好，好，好。刚讲到哪里？讲到讲到讲到，哎，你怎么学伟忠哥啊？刚讲到哪里？哎，没有，对不起，我，就是他的节目就是哎、欸，我说到哪了？对，我一直常,常你知道，就是金鱼脑子常会被,被，打。你真的是金鱼脑，看你是蛮聪明的啊。 我就是看起来而已啊，一切都是一个假象。嗯、好，那算了，反正不重要。<laughs> 重要事情呢，我们刚刚讲到年轻人啊，但他如果哈，我们现在有些年轻的朋友說，我说如果你在租房子啊，哎、嗯，我真心建议你买啦、啊。因为如果就是趁爸妈，嗯、就是可能跟爸妈一起住啊，嗯、那就算了，因为反正你忍一忍就、嗯、忍一忍就过去了，又再来了一次爱的攻 <laughs> 爱再来一次爱的攻击，好不好？啊，忍一忍就过去了，嗯。 啊！但是如果你自己租房，这房东是铁定会涨你租金的，铁定。哦，对，所<以>铁定会涨的，铁定会涨。而且我跟你说，越低总价，房东涨的越不客气。举个例子来说，嗯、你看哦，一万元就，说哎呀，最近这个月实在是我们房贷升了，那我们就稍微涨一点点，我们就从一万变成一万一，嗯，哎，妈现在涨一层呢。 啊，对，你要这样算，对啊，因为你可能你知道，你十万的块钱，五万或者是十万的房子，可能不一定会给你涨到五万五，或十、嗯、或者是十一万。嗯，但是你这个一万真的很容易涨到一万一。嗯，好、哦，而、啊、你自己还自己还没感觉。嗯，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发自发自肺腑的这个真真心话，就是说，如果咬着牙，<对>你真的是租房，你就咬着牙买吧。是啊，而且最坏最坏的状况就是价格也不会修正太多。嗯。 那你买了之后的话，你好歹就来去贴补你的房租，嗯，也不大，也也，而且通常我都跟他讲说，你买了房之后个性就改啦。 就是像我这么散漫的人，也都变成了一个很努力工作的人。不是是真的啦，我觉得田就是嘉兴来田新来，我们就讲说，真的买房子这件事情啊，说实在，你机关算尽都未必会赢。你自己在房中业，对不对？你也没有算到，哎，立刻买完以后就就那个。哎，不要这样说，而且我跟你说，我还不是整栋，我自己也曾经当过整栋的卤主，好不好？而且我还不只是我当卤主，我同业他们也都当过卤主啊。当卤主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整栋最贵。<laughs> <laughs> <laughs> 整栋最贵的、啊，对啊，但我就有需求啊，不怎么办呢、欸？对，嗯，我同学，我跟你讲，我还没有算被侮辱，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我们十家登录还没有 open，嗯，然后我的那个同业呢，他是、嗯、我就是是侮辱人，你知道，总干是来他家叮咚，然后就是哎，差先生，哎呀，谢谢你那个在我们这个社区，就是你是我们这个社区呢目前为止的。 最高成交价，谢谢你了。<laughs> 他说：“他说什么这样？”对，啊，就但是，但是我觉得你在这个时间点哦，雖然玉芬姐刚刚讲说价格这件事，嗯、我我其实很建议拜，拜托你这个时间点哦、喔，你一定要去问银行啊，就是你你除了看石灯了，因为我们石灯这件事情是旧的资料。” 可是我跟你讲，银行都蛮狠的，会压的蛮低。当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还有卖方这个时候，你得买方要买，那卖方急着要卖吗？好，要不要卖呢？我觉得它价格会不会松动呢？我们待会讨论一下。那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呢，是待会我们要听新闻网的广播。但是呢，我们现在哈直播还是持续的。<laughs> <laughs> 啊，惊自惊慌，惊慌。<laughs> 哎呦，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自己的 solo 的时候啊！啊我要 solo 这样子，嗯、但是我要先来签书了，嘿！哎呦，你先 solo 一下，啊、你去雪山玩了、啊？对啊，也不能叫去雪山玩啦，就是去爬山呢、欸。我去爬山啦、啊，因为呢，就是哎、欸，先帮我递签一本徐三泉 <laughs> 對,对对，不好意思，我是 solo，就是既然你们来宾自己利用那个。啊 <laughs> 看直播人很多，今在直样？真的，今天人很多哎。第一段就充三百哦。大家是不是听我胡说八道？谢谢大家。好，因大家看你有没有那个整形啊？我跟你讲，大家可以捏，没有，没有，没有。啊！大家讨论整形这件事情。好，刚刚讲到哪里了？讲你要去雪山哦。我去雪山这件事情是这样。啊，那你弟叫什么名字啊？一二三的三啊，全力的全。对对对，我们家叫三全啊。对啊，我们家族族谱是这样排的。哦。 对，好，嗯、啊，讲到讲到雪山这件事哈。雪山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本人去年去爬了玉山，嗯、然后爬了这个这个玉山之后，我们玉山完了之后就有庆功宴。那因为为什么会去爬玉山？是觉得身为台湾人应该要来去，就是做一点属于台湾的事情。小时候还是爬爬玉山，那你也知道我体力是站呐、啊，我只能爬阿里山。好啊，你爬你爬全力的全，对不起。 你看，我还问你说是不是这个圈啊？对不起，我看成金了，不好意思。不要改一下子，改一下。OK，他 OK，他 OK。不写，好吧，那就又写另外一本。那我我我换一本给你啊？不要了，就这样就这样掉。我找一个找一个找一个名字有干的人。不要不要。我我三点三点水加一本给你，你自己哎。不要，我跟明玉就写这样子。我换一本给你。我以为儿再聊。好，等下再说，等下再说。待我换一本给你。对不起，好，我还有我我们现在直播聊一些大家想知道的事情啊。关于男人是潘。 在现在大家喜欢听大家喜欢听乐色话。好，了，你赶、啊、快讲，你去那个啦。可是、啊、好了，去住那个好了，抽三屋，我就觉得很受不了。我跟你讲，三屋这件事情真的是就，就我本来不大敢相信，这世界上面就是有人可以三天以上不洗澡。哎，我,我无法忍受，我无法忍受。你现在去了之后，你就是可以可以三天以上不洗澡。对，嗯、然后嘞，哎，对，这个字对，好，然后嘞，哦，三，哎，讲讲到三天以上不洗澡，对。 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在讲徐嘉欣洗澡的事情。对对对对，好了，反正我就是去玉山跟人家，就是跟人家那个赌，说我可以上玉山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喝醉酒了嘛，然后喝醉酒。你喝醉酒你在山上喝酒太危险。我不是在山上喝酒，我们就是庆功宴之后喝酒。然后因为就是我抽山屋这件事情，他们就很有口碑，就是我尾牙抽不中，但山屋可以抽得中。 啊，然后呢？三五抽，三五我没。我跟你说，我去年抽玉山，我还抽中排云，抽中两次。两次然后我今年抽雪山，雪山也抽中两次。因为第一次我是，就是我们团里头大家有点事，我就说那不然好，其实心里头因为知道雪山很累，大家想说啊，算算算算算。然后我就说那叫把九月十五号抽中，我想说哎呀，那那就那大家都有事后，我们就再抽个十月，再抽个九月底好了，抽不中就算了哦。嗯、又中了。又中了。 你乐透都没这么快，我跟你讲。真的，如果拿来尾牙或乐透用，不知道多好呢。对，帮姐推一下书，这书就是。你先讲，你去洗澡，你怎么洗澡啦？我没有洗澡。哎，你没洗澡，那你臭啊！你流汗不会那个山上不大会臭哦。然后反正我就是连滚带爬爬了上去。嗯，对。你真的爬了上去啊？在帮我往左，会挡到脸。哦，会长到脸是不是？好，大家大家大家看一下怎么整形这个状态好。嗯，好，然后嘞。我现在做这种低级的事。 不用，我跟你讲，你这本就留给我，只的，因为我已经跟出版社 A 了一本了，所以就你为什么跟出版社 A？他、啊、因为我说我没有几个签名书，然后他就说那我就帮你弄一本几个签名，书’哦。哦好啊，我说好反正我买了四本，哎、欸，可是我记得我有签给你啊,啊，没有，他没有签给你，没你有签给我，你后来是那本我跟他要，然后他才那个对哦，因为他带来诶。 好了，反正呢，就是对那本有，那本现在在在我办公室里头。对对对，好了，他刚讲到哪里？对对对。<laughs> 有没有洗澡？哦、没有洗澡，三 <Okay. S 2> 屋这件事情没有洗澡。<Okay. S 2> 哎，我跟你说，但是他就干了。而且大家，<Okay. S 2> 而且我跟你讲，我还有一个就是天赋异禀，<Okay. S 2> 就因为我本人是鼻子严重过敏。不,发现不我鼻子严重过敏。<laughs> 棒爸、啊，好，不然怎么不给一个就是名字有干的人嘛？好，然后，反正鼻子过敏之后呢，山屋头再臭我也闻不到。 真的假的？哦、对，哎、欸，我没办法，鼻子我就鼻子坏掉了，然后坏掉之后我没有染意，就鼻子坏掉了，反正呢就就抽闻不,不到，闻不到，闻不到，我就就而且很累、啊。嗯、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山上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也喜欢山上，可是我不喜欢山屋，山屋我没办法睡觉。就是你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说人家劳改是有道理的。就是、<laughs> 我靠，我这这这对不起，骂脏话，不好意思，就是。 你这整个劳改道，整个就是每天就是上去就走走走走走走走，然后就到一个地方停，然后哎、欸，我可以坐在就我们他就说我们同那个学长就说好，那就我们就在那边休息，然后休息之后，然后我就吃边，玩，吃吃完我就倒下去，我就睡睡在路边。太累，真的超乎我平常的运动的那个对。你体力超好的，没有，我只是意志力强而已。我只是觉得不要拖累。他们说雪山有个枯坡啊。 哦，对，我跟你讲，哭坡、那個、那个路我真的看的我都不敢上去，它全部都是碎石头。我跟你讲，酷坡不最可怕。它它不是啊，哭坡不最可怕。它不什么？哎、欸，碎石头那是什么路？碎石头那个应该是从圈谷往上走。哭坡，我跟你说，哭坡还好，听说到哭坡就会开始哭啊。 爬不上去啊！他没有上到颧谷。我那时候从枯坡走出，就是从前面走。前前面我们先在第一天先去七卡，晚上十点钟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七卡，哎，走一个多小时走到七卡山庄。七卡山庄第二天再上山，哎、欸，还三六九。然后中间有经过圈谷啊，哎、欸，这次来了吗？不好意思，<白> <laughs> <laughs> 我还可以讲。好，然后反正我就。 那到了第第三天，我们本来要登主峰了。登主峰的时候呢，我们的队长就说：“啊，我们今天呢，既然来登主峰，我们大家就玩一点，就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就指着前面那个远远的地方，那个玩意儿叫北灵角。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那个北灵角是什么玩意儿。<laughs> 我的妈呀！上去一次，好，这里是、L、i 来 radio 重要流行网，欢迎回到理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了。<笑><笑>好，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就是我们住商不动产气研市的资深经理啊，徐嘉欣啊，我们都喜欢叫她小甜心啊。嗨，大家好。对，这你，我跟你讲，你刚才讲房地产呢，你刚才又讲雪山，然后你讲你那个卑鄙不洗澡的，oh. 你就可以有五百多人了。

那个是一个正常那个真的对对对对，那正常人是没有办法洗澡，没有办法休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所以，因为像我鼻子坏掉，我就是一个天选之人，<laughs> 是没有嗅觉。<laughs> 好，哎、欸，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啦，因为你刚刚讲过，就是说啊，如果你要买房子，你现在还是要咬着牙去买啊。哈，那卖房子的人要不要很急着去去去那个呢？要要看你缺不缺钱呐、啊。嗯，如果说卖房子，我通常现在我对于所有要卖房子的人，我都只有一个建议，就是。嗯 列紧洗被 k e 你钱到底要放到哪里去？嗯，嗯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一、e, 他买 EAT，就是那个永春捷运站那个共购站，嗯哦哦哦、他老大那时候买三十几万，嗯，现在一个月租四万五千块，嗯，然后他说说现在房价哈涨到了一个一平一平一百多万，那时候我看了一百四十几万，嗯，一百、嗯、多万，你觉得我应不应该卖掉？我说请教一下，嗯。嗯 你现在哪里去找一个是当初买三十几一个月收四万五的东西？嗯嗯、你钱又没有办法去哪里？那又、個、不分很会投资，嗯、万一亏掉怎么办？嗯，嗯所以如果你的钱没有想到下一步要干嘛，嗯，就放着。哦啊，但是如果说你买的东西有一点危险，嗯的话，嗯，嗯或许现在有有缘人，嗯，来接，嗯、那你也就布施给他，对，就稍稍割爱，这是一个选项。哎呀 好不好？就互利嘛。哦，哎、欸，那我们刚好提到一个，就是房价的问题啊。你既然说要去问银行，银行都是很很很狠的、啊，对不对？那你要去问银行的价格吗？不是有实价登录吗？实价登录，我们这样说好了，实价登录大概都是两个旧的时价的旧的资料了。嗯，我们这样说，如果现在是十月份，嗯，实价登录是不是前两个月？嗯、对。 前两个月知了前两个月变化这么快，又不是价格但价格也是高点啊！你是不是希望买便宜？对呀，是啊。所以呢，就是我后来研究了一个做法，但是银行可能会宰宰掉我。就是你看，第一个是我建议所有的买方，拜托一定要下去市场看。嗯，有些事情不是关录音可以解决的，就是下去看。下去看了之后呢，因为你会交到很多中介的好朋友，中介好朋友告诉你说：“哎，我跟你说这间 OK，但价钱周周边成交多少，屋主其实希望多少。”嗯，然后呢？ 如果这件你看了很喜欢，嗯，我为什么跟你讲说很喜欢？就没事不要去反银行。嗯，然后你就是觉得这件可以好，你就去问你的银行，但然中介可以帮你问，嗯，然后你自己有认识的银行，你可以稍微问一下这个这个案子建价多少。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时间点，我有朋友买公寓，嗯，他的房子屋主开价一千三，他然后一千一愿意卖，银行建价一千二，啊，我都觉得是银行比较狠的、欸。 个案看个案哦，哦看个银行的建价还愿意有空间，<哇>但是你要问。可是因为我要提醒的事情是，你连增不能一直拉，嗯，所以你拜托看好再问。当然，银行我也是希望银行可能也希望他会他骂你啊，对，因为你没有，因为你连增一直拉的时候，人家会觉得说，哎<對>，借郎那也一直拉连增，到底是都会问题，嗯、哪里有问题呀、啊嗯？嗯嗯，所以就会影响到你之后买房子的亏哎。欸 哦，oh, 那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会一直拿出来讲？就是可能人家会杀了我，嗯、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她、嗯嗯、是个很上进的美眉，然后她房子买在高点，那她、嗯嗯、买在高点，我跟你讲，她还不冤，买在高点不冤，嗯、但是更冤的事情是，她当初那间房子哦，嗯、投资客买在一月份的时候买七百万嗯嗯，嗯，稍微整理了一下卖他九百万，是在十一月的时候，银行只认那七百万，嗯，他害他把定存解掉来补这个钱。 啊，补这两百万的资金缺口，嗯，所以为什么我会跟人家说你一定要问，拜托，因为我不大希望我那个梅亚的不幸发生在很多现在要买房子的人身上，嗯，我觉得太悲伤了，嗯嗯，哎、嗯欸，那你去银行，你就可以直接问他说我，我这帮我建架一下这个房子，没有房贷窗口啦，然后你会跟他说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哦、比如说他希望你准备你的信用的。 嗯，你的你的那个，比如说我的信用的状况，我的收入的状况，嗯、收入状况可以吧？哈，嗯。然后另外你可以，我们有有有人更认真哦，他有诚意到他还去把藤本调出来哇，嗯，说我就想要买这一间，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帮我看一下你们这个大概欠价多少钱？嗯嗯。嗯哦，所以这也是可以探。 是市场行情，不是真的要评估一下自己每个月的房贷是不是能够还得出来。每个月房贷还不出来，就是、嗯、就是想办法，就是一个百善孝为先嘛。嗯,嗯啊，然后孝顺爸妈。对对对，然后就是蹲节开支，大概只有这样。<laughs> 哎，年底要选举嘛，也不是年底啊，十一月底就要选嘛。嗯、对，那整个房地产会因为选举，然后更好还是更差？ 我我觉得是要看整体的经济环境，对啊，因为现在看整体的经济环境嘛。那经济环境的话，刚刚姐讲那个打房不好不敢打，就是那个平均地权条例还躺在立法里面，对啊对啊对啊，也没有送进去啦。哎，他其实躺在那边是最好的啦，然后就进可攻退可守。嗯，然我我们再说吼，但我是要提醒大家哦。 就是法这个法令还没过，那法令可能就说那什么法令，嗯、就是预售屋禁止买卖这件事情。嗯嗯、那预售屋记者为什么会知道这？为什么会知道有些人不知道呢？嗯、是因为我我曾经在六月份的时候接到有。 朋友打来说，他买了一间房子，屋主急急忙忙要在六月三十号之前过户，因为他说屋主说七月三十号呃七月一号之后就不能预售屋过户了。我说、嗯、没有，那个法令还躺在立法院，对对对还没有出来。好、哦，所以这种新的这种更新的法令的话，哈，因为他还没有还没有就是上了，就是真正真正公布了嘛，所以现在预售屋还是可以交易的啦。嗯。嗯 哎，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最近看到一些报道，都在讲“松动”这两个字，没有讲“跌”啦。我讲真的，就没有讲“跌”，就开始讲“松动”。你对“松动”这个解释是怎么解释？不，我觉得“松动”这感觉就有点像是以前打败不说打败，说转进。哦哦，对不对？就是就是什么剿匪啊，剿匪，然后这这这这字也可以讲讲啊。好，不好意思哈，好抱歉，好，反正呢就是。 就打输就是说转进嘛，嗯，那松动有一点松动这概念是什么？松动就表示可以谈哦啊，嗯，那但是你说要打到像我前一阵子有跟听记者就丢个新闻给我说，哎、欸，有有人说他去看市场，市场说房价跌了，呃，有屋主愿意让价六成，我说让价六成。 降价六成，先看他有没有看医生啊？怎么这样？对，怎么可能降价六成？两成我,我就要倒店了，我还六成呢、欸。两成我就直接给银行法拍了，我怎么可能降价六成拿到市场上面去卖？嗯，对不对？对，那是有什么原因吗？我我觉得第一个是他有可能价格开太高了、哦哦，然后就打个六折啊，他成本也不成本当初可能也低低的，哎，就就就这样轻松卖卖。嗯，哦，这是一个啊，不然就是他产品特别之怪。嗯，哦，那特别之怪的产品，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可能也可以特别之怪有多怪？ 呃，举个例子来说哈，像我们也有看过这种，就是投资客拿出来，比如说告诉你都跟准都跟宅，嗯，准都跟宅这事情啊，<哇>我以前我以前有一个先有一个前辈，他买了一间，这他也不是说什么，他就是买了一间准都跟宅，嗯，然后呢，准都跟宅呢就是化粪池哦，因为那个投资客他就是要让空间变大，把化粪池就是包在最后那里面，因为你知道在一楼的房子包在里面，他的房子臭不可当。嗯 所以就是这一类奇怪的房子，对，费龙就是觉得不可思议，<laughs> 已经快疯了，对，快要疯掉。<laughs> 但就是这种怪的房子，它价钱可以谈啊。你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去,去开开眼界，然后聊一下，嗯、然后有时候不要太冲动，大概是这样子。哦，好，懂了，懂了，懂了。我觉得这个关键点啦，就是呃，今天学到了，开始松动了。松动的意思就是可以去大胆议价了，<是>但议价你还是要准备功夫嘛。你去银行房那个房贷部问一问。 对不对？看它建价是建多少，是，然后至少就是说好好上班，把这个收入维持一个稳定的状况啊，这个都会为你的这个购物这些规划上面有很大加分。哎，说的也是啊，房地产说实在的，真的很很难得说，哎，天下当天上掉下一个很便宜的，然后让你去捡到了。其实说太便宜，你也不大敢捡。这我们要说，对，有花分吃，太便这好。 非常谢谢我们啊、呃，徐嘉欣啊，甜心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了。<Hi. S 1> 我们直播也要告一个啊、呃、段落了哈。好，有空再来。我觉得今天时间很快，好謝謝下次可以来讲山产，謝謝不是房地产，也可以。<laughs> 对我这次有一些体悟啊，谢谢大家。<laughs>